喂，南琴，出事了，戴忠在英国对我们提出了诉讼，关于阿尔法的禁购案。 别在这儿晃来晃去的，来坐，坐下。哎呀，老高，我着急啊！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南琴，老大，怎么办？刚刚接到传票，朱玲璐聘请了一整个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来告我们，现在就是要开战了。戴忠这回明摆着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整，我们怎么办？ 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了，咱们先到英国再说吧。他们要梁剑，要告我们，我们也只能见招拆招了。我们走。给温暖打电话呢。是啊。他应该还在睡觉吧？是啊，这么晚了，应该是睡觉了。要不你等到英国再联系他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他。 南贤，温暖，公司有点事情，我要出差一段时间，不用担心我。出差？怎么这么突然？ 关机了，不会公司出什么事情了吧？